不好意思，亲爱的，刚才车坏了，耽误了你时间。我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呀？那你想要什么？过两天车修好了，我们去自驾游吧。我不要，我好几个闺蜜都要过来，地方我都选好了。那你想要点什么礼物啊？我都替你在易车 APP 上选好了。你要这车？对呀，不错吧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保时捷啊！你是不是不想买给我？我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？我那辆破飞都开了几年都没钱换呢。你不是存了50万吗？刚好够交个首付，然后一个月你再供15000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我一个月顶天了才赚15000，我不吃不喝给你供车啊！再说了，那些钱是给我妈做手术的。你妈手术不是还没做吗？我不管，先把我的生日给过了。我要让我闺蜜知道我现在过得有多好。用我妈的救命钱去换你的虚荣心啊！你这话你也说了出口。你都不愿意给我花钱，你就是不爱我。我不管，生日礼物不是保时捷，我们就分手。行啊，分手就分手。哎，不行，过完生日再分手。还惦记那车，你觉得你配吗？